一下，两下，三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ir。目前呢，盘内有三张五星，不过这边是 R4、R5 混蛋呐、啊，有插入雷吉跟胡帕，不过都没有大小图。二一配应该有气息哦。没遇到五星，直接看推球。这时候推精灵球很可以啊，最好二星爆掉，出一星交换。一、二、三。两只都抓到了，看看气息能不能遇到呢？雷吉奇卡斯啊，也可以啊，只要是这弹的都好。胡帕先攻，哇！加死直接带走小胡帕、欸，雷丘可能打得很痒哦。真的痒啊！雷吉一波带走吧，水哦加三五，可以替换宝可梦了，派出固拉多跟胡帕。刚刚皮卡胡帕比较软一点，不过五星胡帕也差不多啦，至少都是必中招。固拉多 W 招收尾，固拉多的双重冲锋，搞定！来看看推球吧。是超级难下的超级球啊！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居然抓到了！超级难下的超级球，居然超级好下了！终于又解开一个新图鉴了。虽然是 Lucky 卡五星，但是至少是五星啊。今天来抽兵衣布，帮我订阅频道，影片按赞分享，在下方留言我想要兵衣布，我们抽一位。这次呢找了两个保友帮我打，胡帕大图插入小图，混蛋尴尬的地方就是这样啊。不过能体谅店家不想滞销旧蛋的卡，所以才会这样操作啊。
直接派出紫玉剑跟胡帕。紫玉剑速战速决，紫玉剑的双重冲锋，一波带走，毫无悬念。来看看胡帕的推球，直接给电脑推咯。电脑给精灵球啊，一下两下三下，还以为要连下了，可惜啊。轮到另一位保友，他说他帮别人抓很容易下卡，结果还是胡帕大土插入，居然连续躲了好几场啊！他派出了两只路卡利欧，路卡利欧超级进化机会。加二十打起来还好欸，三星路卡果然比较不痛啊。胡帕打的也还好欸，还差一点，OK， 搞定。来看看保友推什么球呢？一样是精灵球啊，一下就爆了，完全不演啊。会有二星交换机会吗？没有啊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，交。